中方一向欢迎包括马斯克先生在内的各国工商界人士访华，更好地了解中国，推进互利合作。中方也坚定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致力于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。我们乐见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业，深耕中国市场。聂勇先生，上一次副市长能量助上。三。